Hello， 大家好，我是番茄 Yuri。好，算了，我们直接进去好了啦。Hello， 大家好，我是番茄 Yuri。今天我要玩的是《克鲁塞德战记》，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久没有放手机游戏呢？因为呢，我的模拟器出了一点状况，不过呢，现在有一个晚一点会跟大家讲的东西。那所以这个账号是全新的账号，我很努力的追，其实也没有啦，大概半个小时前，很努力的追进度。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接续上一集的进度，对啊，我晚一点再留好，我不要花钱，对，我后来当我好不容易在进游戏的时候，发现啊，现在有一个活动。叫做幸运草庆典，那可是呢，有同样在玩这款游戏的阿友就是跟我讲说，非常非常的困难。以我目前的状况来说，没关系，我们有缘再相见。那我的小女孩又要重新再拿了 something， 而且她，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花钱买道具？拜托嘛，让我出个花钱让我买道具的东西好不好？就不然我一定来不及拿啦。对啊，只剩下11天了吧？11、12、11啊，管他的。好，对，那现在我到时候我会把就是加好友的资讯放在下方的游戏简介，欢迎大家来加我好友。那如果你之前有加过好友的，可能你要重新加入。那我换了，其实还是预约尤里，可是我有换一个字，不然那个上一个账号已经存在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接续我们的进度吧。进度从这个吧。你看，没有小女孩的我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怜。啊，我没有换女神。沙漠的音乐不太一样，还不错有点微妙。ここが砂漠ですね。砂風が。現在の砂漠の女神はアヌータです。女神の座について間もない子ですが、先代の砂漠の女神とは知り合いで以前お会いしましたが、その時はまだ今のセーラぐらいの幼い子でした。先代の女神はどこか抜けたところもありましたが、ご自分の役割には忠実な方でした。その人の元で修行を積んだ子ですから信頼できるとは思いますが、やはり心配ですね。砂漠の夜は危険です。こんな時間に出発されなくても良いのでは。女神の住処へ出入りできるのは夜だけなのです。こちらですわ、案内いたします。我晚一点来调一下音乐好了，觉得音乐有点大声。啊，我就觉得那之轮的那个招很微妙。等等，稍等我一下，我调个音量大小。好，这样应该对我来说应该是 OK 了。哦 ，sorry， あれを見てください。堕落した者たちです。セイラ、落ち着いて。え？あ、はい。戦闘のご準備を。あの者たちを救いましょう。おお。お守りします。按错了。按错了，好，不过没关系，结局是一样的。谢谢你救了我。我可以进入竞技场了，耶！确定，我又得到一个幸运草了，耶！然后我们返回城镇吧。ここにも堕落した者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手遅れかもしれませんね。急ぎましょう。はい。あ、プレスティーナ様、待ってください。你在
你在哀伤什么？当然是赶快一起去救啊，对不对？哎呀，然后呢，我调一下设定哈，设定接收。背景音乐这样好了，设定音效，详细设定 OK， 就这样吧。女神之家到了，我们来跟塞拉对话。こんにちは。 OK， 故事章节一。昔の話に興味ありますか？勇士团是哦、oh, 我们都是勇士团团长，对，嗨，没错。勇士团是在做什么的？嗯，你怎么了？没事啊，我只是第一次遇到对我们事情感兴趣的人罢了。那我来跟你说明吧。勇士团就算是自卫队的一种，是在帝国军执行帝国各处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当然帝国军内也有负责事件的人，但是程序太麻烦又复杂，没办法顺利执行一般的任务，也因为忙于和其他国家的武器纷争没有余力了。所以帝国允许创立勇士团并处理人们的委托，但在那之后勇士团就如雨后春笋般大量产生，也成为了问题。啊，才让女神睡着了。我在听。所以あの頃の話がふと頭をよぎったので、我们先回报任务吧。沙漠怎么样？你最好快点适应哦。OK， 不怕沙漠吗？虽然我一点也不怕森林，但是我很担心会在沙漠里迷路。如果可以在沙漠里设置一些标志会更好了。求求你，预言尤里。OK， 好啦，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前往下一个进度吧。女神，我想换一个。OK。推荐好友，欢迎大家来加我好友哦。得了，我超想要小女孩的，觉得小女孩很好用。啊，我应该是没办法到20公尺啊，我那么雷。运气还不错，问号。这样被撞翻了，真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纳兹伦撞一撞，我们就可以度过一关。哦，我可以进古代地牢了。So， 好，先回去交交任务啦，做传说契约升级隐藏版一般。我现在目标就是存50颗。可不，阿瑶说就该怎么说呢？好像不一定啊，就跟我们抽转蛋或是抽其他东西一样，所以就大概存一次10抽看看吧。很难讲会出现什么，出现什么？这听起来好像是出现什么不该出现的东西，不是啦，会得到什么样的英雄？唉，话说最近又到了就是大学面试的时候，番茄，我这一次也有担任我们自己系上的，不对，我们学院的那个面试工作人员。说不定你有，如果你是要升大学的小朋友，可能会遇到我。啊，最近我的订阅人数也有慢慢在上升，就谢谢大家订阅，谢谢大家订阅喽。这是一瞬间的事情呢。考古学家，再见！非常棒的结束了这回合。
我不会忘记这个恩惠的。嗯，那你怎么不留下来呢？哒啦，我也好想要存到200个幸运草哦，可是超级难的。缪身上的猫咪名称叫纳比，纳比。OK， 完成新任务，清除杀人。OK， 很好，我们就同时一边解任务一边。哦，我现在有8颗钻石，赞。一边解任务，然后一边玩进度。今天可以玩到多少进度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喽。古代地牢，根据我们阿瑶的推荐，他是说最好是有五星的英雄。很显然，我没有五星的英雄，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吧，加油 ，fighting！ 然后记得来加我好友。嗯，不过我真的是个小边缘。哎没关系啊，纠结的木乃是木乃伊吗？是木乃伊吧，这种形容吗？嗯，我好想要幸运草啊，好想要幸运草啊。哦哦哦，好想要幸运草啊，幸运草草啊，结束，赞，一瞬间的事情。唉，为什么他们都不留下来呢？耶，我八等了，耶，好吧，那我们就到下一个地区。不然再重新刷好了。想要解一下那个任务，章节失败时也会维持已获得的奖励哟。嗯，我觉得这个设置还蛮好的。就比如说，你要想啊，像有一些关，比如说我们要打角色好了，有一些手游不是会有那种活动关卡嘛，然后限定角色啊，你过的话，你就会得到那张卡或是那个英雄。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前面打过了以后，到最后一关我们不小心血就没了，血没了，然后东西就拜拜。然后前面打那么辛苦，你知道是超呕的一件事情。再见，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下次再见哦，不是啊，耶、yeah ，留下来，不，他跑了。为什么你要离我而去？哦、我得到幸运草了耶，耶、yeah。他就只会送一个，有点，嗯，我又希望他给我多一点啊，因为毕竟我是很可怜、很可怜的新玩家、新手玩家。哎，好像也不算好，好啦，随便。我觉得相信很多玩家应该也会希望。可以多一点吧，幸运草就可以几率性拿掉一个、两个、三个，就是稍微知道说不一定会 只掉一个的话，那种感觉还是有差。啊，掉了！像阿友就跟我讲说，他打地牢的时候，有的时候都只有掉，就是打超辛苦，他就只有掉一个，我就一个啊什么？这真的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哎。蜥蜴人看起来其实有点像龙，突然发现哎，可是这个怪是已经出现很多次了。不好意思，哎，结束了。可是它上面还有血啊。OK，OK， 好，先返回城镇吧。嗯，莉莉丝到目前都还没有谈过恋爱。莉莉丝是谁啊？好奇。我没有莉莉丝这个人吗？嗯嗯。坚硬的食材，收到的申请，接受，接受，接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交换 ，OK， 好，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好友，然后有讯息，哦，全部接受，然后还有等级8等了。
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是在哪里啊？商店。我想存一个东西，是点数的这个，就是有一个选择传说英雄，我想要存到1500，可是这个很难存。比如说商店组合包、限时商店，这太难了，任务的几乎很少，很少。强化武器，我刚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每天2颗，30天共60颗。啊！可是我不想花钱。我们就继续吧。目前有10位英雄。张杰 ，Go。2-5，沙漠的居民们，加油！然后开始吧。现在就是很努力把我目前的那几名英雄可以看可不可以升到5星或是6星。当然面包也是一个问题啦，面包也是一个问题。对，加油。话说今天其实是4月1号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整。我今天差一点点被整， 差一点，我先说是差一点，不是真的被整的齁。有，为什么会说差一点点呢？因为不知道大家LINE有没有收过一个，就是跟你讲说什么今天愚人节，然后叫你点下去看的影片，可是它其实不是影片的那一个。我今天本来又要点的时候，突然想到，等等，这个是影片还是图片呢？然后结果后来我就看到有人说，我们团就有人说，不要用拿这个拐我们，然后就啊。一定又是那个图片，那个该死的图片，可恶！差一点点被骗，真的是差那么一咪咪。哎，2个，谢谢您救了我，你为什么不留下呢？谢谢我，你可以以身相许啊，你懂吗？哎，好啦，先返回城镇。我先看一下我其他任务是要弄什么。升级英雄，使用火炉，强化武器。升级英雄，使用火炉，强化武器。武器强化我们可以试试看。装备管理，我们来看看会是什么呢？成功。OK。升级英雄的话就传授技能研究所。传授技能有啦，大家都有技能了，不行。No。那还有什么呢？初级地牢探险家。それと決闘の招待状以外に指令書も届いております。命令書啊。大陸の至るところで古代のダンジョンが開かれた模様です。使徒と呼ばれる存在と何か関係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王国ではとりあえず何も知らないといった感じでしたね。そう騒ぐ必要は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ので、まずは指令に従いましょう。はい。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古代地牢吧。古代のダンジョンについてはヘラード様が説明してくださるでしょう。また会いましたわね。はい。魔法専門家である私が古代のダンジョンについて完璧な説明をいたしますので、ご心配なく。真的不用担心吗？まずダンジョンに入場するにはダンジョンのキーが必要よ。ダンジョンを初めて突破すると初報酬を獲得できるわ。それ以降はリピート報酬しかもらえないの。所以他就地牢也是需要钥匙的，就也是有次数限制，他需要使用道具。那也会完成的话，就是像有第一次完成的成就，然后跟之后就是固定的奖励而已吧。またダンジョンごとにクラス入場制限があるから確認してみることね。OK， 所以是有条件的。例えば
重力の迷宮はパラディンとアーチャーは入場できないの。そうですか。武器をちゃんと扱えないからかしら。うん。さあ、これ以上お話し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わ。以上、説明は終わりです。OK。何なのかしら？なんと、感心いたしました。さすが専門家は違いますね。あら、恥ずかしいですわね。とにかく、私の任務はここまで。ここで消えますわね。バイバイ。うん。私たちもこれで古代のダンジョンから出ることにしましょう。じゃねー。私たちにはプレスティーナ様からの任務がありますので、決闘したり古代のダンジョンを探査する余裕は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力によってこれから様々なことをなせるようになるでしょう。メホバー、なんだか胸が高鳴ってきました。旅路はこれからどうなるのでしょうか。あなた様の旅に私もご一緒させてください。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我们来挑战一次古代地牢作为这一集的结束吧。古代训练场。阿瑶你还在吗？阿瑶不在了。阿瑶阿瑶阿瑶。啊，我不在吗？可是你不是在录影吗？所以我就没有切进来啊。好，那阿瑶问一下，古代地牢你觉得哪一个是我可以动的？就是左边的那个。这个吗？嗯。OK。嗯，这个最简单吗？对，目前我看起来应该是这样。OK， 它是全部都可以进入的话，那你就挑最强的进去啊。最强只有这个两个。那就再塞一个第三强的，没办法了。没有，我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三个了，只有这三个是四星。女神的话，当然还是用最强的这个咯。那我们就进去吧。你确定我可以过吗？只能被固定数的连锁方块技能受伤害，是这个吗？没错。他要几个啊？你等下进去看右上角，另外那个船骑士团的团长会告诉你的。一个。哦，一个就很简单了，一个你就一直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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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点就好了。点什么就点什么。我刚刚看到他出现一个很好笑的字。就疯狂点就对了。没错。如果你给我一个面包我就不吃你。他的技能叫做你，如果你给我一个面包我就不吃你吗？没错。真的。这有一点好笑呢。不开玩笑。如果你给我一个面包我就不吃你啊。这叫一段防御。难怪也会说这个我可以过。对啊。当然可以再往下打一段啦，但接下来我就不敢保证了。获得返回耶、果然我只能打最简单的地牢。有点伤心，不过可以接受。好啦，真好。那看来我们就这样了，这一集就先到这里啦。对，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请帮我点个喜欢。有想说话可以在下方留言，然后欢迎大家来加我好友，我都会在游戏简介里面放上我的角色名称，我的勇士团团长名称，那欢迎大家来加我好友。对，那可是不过，请你先跟我讲说。如果你要加我好友的话，你送我邀请可以最后也在我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你是谁吗？这样我才知道我有没有加到，不然有些人跟我讲说，欸，我有加你，我有送邀请哦，我就想说你有送邀请，可是我不知道你是谁。这其实还蛮尴尬。可以留一下自己的游戏名称叫什么名字。对，然后哎呀，你有需要吗？我不用，没关系。啊，好，因为我玩得很不一定。哦，也是啊。好，那最后可以订阅我们频道，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